金姐妹，我们是金姐妹，答题我最会。耶嘿，我有说了，哎，是不是？欢乐制作机，金姐妹，哎，师傅，你徒弟来先介绍一下好吗？你徒弟不止他吧？是，我徒弟，对，就只有他。只有他。真的，金头脑，金头脑啊，哈。对对，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名师出高徒，那我是名师，他是高徒。没有没有，但是洪哥真的是我很敬仰的一个人，就一直是我想追求的。因为他的人生一直找不到他的方向。嗯，对。他前一圈已经是几年还找不到方向。其实洪都拉斯，我们不要讲是年轻人，我们差不多站在蔡澜的年龄的时候，也曾经会很迷迷。对对对对，茫然过，但是到后期，哎，看运势啊，你看像洪都拉斯，什么有名的剧他都参与。
卤蛇，好棒哦！卤下去，所以我是卤蛇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其实很少去算命，他也知道。后来有一天那个一算命师忍不住要帮我算，哎呦，算半天，他说其实你还没走大运。他说你这个，我常常讲，大家都以为开玩笑，是真的。他说你这一生当中都靠你自己劳力很辛苦的在赚钱。你看我这很辛苦啊，就外景出了三四十年了，对，又晒又打又风吹雨打。对，然后一个礼拜大概录节目要录四天。对对对，没有休息过，那赚的钱也不多，很劳碌。对啊，真的吗？算命师是怎么了？大家要努力啊，健康就是大运啊，啊，对对对。来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舞台剧好友郎祖筠。书啊，介绍一下。是是是，祖筠介绍。啊，这个书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郎祖筠的放眼生活学》，放是 FUN。也就是说，我用我自己学习多年的表演来跟所有在职场或者是想要认识自己、打造自己人生舞台的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。嗯，所以你也会常常到一些企业那边去演讲，对不对？我13年来已经超过千场了。对，因为那些企业也是要培养他们员工讲话的技巧，因为现在是服务业啊，对对，对不对？你见面，你的口才好不好，会拉你拉近不少人员。还有情绪管理，有的时候那个对话的第一瞬间其实是情绪带动，所以你话讲不好。对，常常秒怒哈。对对，秒怒，就一言不合就开打。对对，被对方讲的马上牙光起来。这个现在人很容易发脾气，真的太自我，太自我，所以放眼还要找一个适时的管道抒发。像郎姐也是有在驻唱啊，也是歌喉也是。我跟俊逸，对对，是这本书多支持一下了哈。放眼生活学，谢谢。李飞也有参加舞台剧不是吗？有，最近还在巡演。大老婆哦，好看，在那巡演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认识？凯莉有唱歌吗？我们是外景，对外景的时候认识的，还蛮妙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常一起出外景，而且都是好多天出国的那种。嗯，好，那么把奖金收到这边来。哎呦，哇！各位，游戏规则总共5题的资格赛了哈。你们奖金从10000到20000随便你下，但是要先看完那个关键字之后才能下，决定有没有把握。对，进行我们的关键字资格赛。第一题的关键字。哎，焦虑杀手，这是讲电影吗？哎，还是说有什么事会让你身体不健康，成为焦虑的杀手？那是以抗焦虑为主呢，还是说杀手为主呢？对，应该不是电影杀手那种吧？对啊，好，我就是抗焦虑。来，有多少把握就下多少钱。你说我这题没什么把握，下20000、10000都可以。如果觉得我很有把握，200000也可以。来，请下，洪都拉斯。来，洪哥，我们这一组，这个我跟我应该有一点关系。嗯，啊，跟你有关系？为什么？你联想了什么？这个就是跟我拍的戏里面差不多。哦，好，角色有关系。这边下多少钱？5万。5万。对，第二组，郎姐要下。舞台剧有那么多，有没有演过杀手呢？有没有？郎姐演过杀手。有啊有啊。有吗？我那个《甜蜜杀机》入围金马奖。哦。舞台剧的没有演。舞台剧还没有。哦，来，乙飞。来，乙飞，我们觉得5万应该可以。哇。那你认为什么样倾向？我们觉得可能是饮食或是运动保健，对抗你的焦虑，抗焦虑。好，它可能跟健康方面有关系。对，有下了5万、3万、5万，请出题。
病毒肆虐，全球忧郁人数急速上升。牛津大学最新研究发现，做什么有助于缓解焦躁的情绪呢 ？A. 打电动 ，B. 追剧 ，C. 做运动。来，请作答，计时开始了。到底是打电动吗？打电动会不会抗焦虑，还是追剧抗焦虑？抗焦虑还是做运动缓解？追剧呢？追剧有时候太虐的戏看的会很烦。啊，对，看一些比较光明面的会比较好。啊，或者是那种还没播完，追到一半还要再等一下。对的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写好了吗？三好了。第一组洪都拉斯，洪哥。哎，打电动。第二组，郎姐呢？做运动，做运动，哎，差错了哈，他是做倒立了，做运动也是运动，哎，好，我们打电动，哎，洪都拉斯请说，因为哦，我觉得像现在很多人纾压的方式就是手游或者电动，因为电动可以重来，对，我如果今天打挂了一个，我马上就可以再重来一次，但是我觉得做运动除了说自己的体力上面有一点，如果负荷不了的话，会让自己的心情更不好。就会把自己的那种运动的时间又延长了很久，干嘛会负荷不了？心情可能会比较在差。可是我们刚刚讲了，电动如果打到一半又湿掉，很生气，摔杯子什么都来了，过不了关。对，过不了关，也要打得赢。缺钱买武器买什么？对，我觉得要氪金啊。可是打电动比较能获得及时的回馈，对，就是他很快，一分钟两分钟，哎，我赢了，我很开心；我输了没关系，我再重来。其实讲得很极端，就像赌博一样。对，你很极端的高兴，又很极端的怨恨，所以他觉得这样。比较能缓解焦虑情绪，那这边选 C 啊。做运动绝对是啊，因为做运动对身体健康嘛，然后你所有的身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。没错，嗯，就好像小朋友如果不放电，晚上就睡不着。对啊，狗狗不带去遛它就不行。可是我们人运动大概一两个小时是很嗨的，可是一旦荡下来之后，静在那边会不会很失落？会很酸痛。因为其实运动它。会有多巴胺呢、啊，对啊，就会整个人比较舒缓。嗯，像有时候晨跑或者是什么，就算你发泄完回家还是很平静，是，而且都特别好睡，都没有人要追剧耶哈。不是你追剧追到一半没了，没了，更焦虑，下一集呢？追剧有时候三番追到一半就会找下一部是什么呢？对啊，不是就是这一部还没追完，还没放嘛，超忧虑，大家都一样的，要看主角的选择啊，有时候那个剧情哦，越看越骂，有时候会骂得很凶啊，更焦虑。然后焦虑杀手这一题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解答是 A 打电动。哦，其实这一题它主要是在问病毒肆虐的关系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一年我们改变最多的是什么？就是不能外出，都待在家里。对啊，对。那像你在打电动的时候呢，是当然打电动，我们不要时间不要拉长啊。对。可是你打电动，有时候你连线，你是不是？我譬如说我不能跟你见面，但是我可以因为这样而遇到我的朋友。朋友。然后就像刚刚可会因为这样恨他、啊，就是整个骂他猪队友嘛。然后可能像一翔讲的，短时间如果过关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心情上的成就感。对，先没收啊。哎呀，五万块，这边没收3万块，这边给5万块。谢谢来，总共第一题呢是第一组为25万，第二组17万，第三组15万。第二题，请出示关键字。洗衣的救星啊，用家务想一下，洗衣服。那下注呢？先从洪哥，洪哥开始最高的，因为你最高，你说话。我说话，我们先下。你的做法会影响。我们是宅男呐、啊，比较容易。所以我们下3万加，而且我们现在有25万，对啊，现在是最多。我们下持盈保泰就有可能会变成冠军了。好，第二组17万，郎姐，我们保守一点，三万。他没有想要追到第一名，22，他一样先保持在第二。是，来第三组，外景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最落后的15万，我们先打保守好了，3万就好。大家都3万，他的失血过高，除非是有答案不一样了哈。对，好，到底洗衣救星什么题目呢？请出题。衣服放久没穿，常常会发现它泛黄，请问哪一种产品是泛黄的超级救星呢？哎 ，A 洗发精。B 洗碗巾 ，C 牙膏，请作答，计时开始。喂，有醋啊？啊，泛黄哦，会不会牙膏？泛黄，哎，对，我们通常第一个直觉都是对牙膏白的嘛。嗯，好像有人涂牙膏对不对？洗碗巾，
泡泡多。嗯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知道的话就翻。哎，这个是既有的概念了。哎，因为我觉得哈，像我的一些的鞋子啊，比方脏的话，我都会用牙膏就把它刷得很干净。以前当兵好像牙膏会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以前战备都是像什么 S 腰带的，还有铜环这些。对，铜环也是用牙膏，金属，好亮哦，倍儿亮的。没有用。好，对啊，这边也显 C 啊，牙膏。牙膏。为什么跟我们一样啊？哎呦，你们是不是同时一起的？你们是想说我们第一题答对很厉害？我们又没有讨论，徒弟谁教徒弟带回去？你不要，谁教徒弟带回去？你不要惹怒他。我怎么前辈你没礼貌？不是他跟你一样也没关系啊，你奖金还是赢的。你是对我们啦，对啊，干嘛那么小气？小气，他打电动，他都情绪很差，很急躁，很急躁。打到桃花派，牙膏派。所以你也觉得牙膏是对的，牙膏好像蛮好用的。这边画一个爱心是什么意思？洗碗滴滴滴，怎么胸罩吗？我觉得大家第一直觉得会选牙膏，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答案是什么，只是我觉得洗碗巾里或许它有一些成分可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，也许它可以去掉泛黄，没错，油吧。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洗碗巾。因为我上次有看人家表演这个大秀，这个泡泡秀，泡泡秀，他说那个都是洗碗巾，泡很多、啊，但是我不晓得对泛黄为什么会。你有没有看我们那个很常在介绍产品，说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啊？我们通常都会用衣服来试，然后也会拿来洗盘子、洗油污嘛。那通常我们衣服会泛黄，就是第一个是汗渍。再来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滴到，那你就像你吃东西的时候酱料滴到碗盘，你是用洗碗巾洗，对，所以你要在下洗衣机之前呢，你可以先用洗碗巾，但是去油污力要比较强的，把那些汗渍啊、酱料那些先给它清洗，再下去洗。可是三个都洗衣服，为什么就洗发、洗碗、牙膏都洗衣巾就好了？洗衣巾，洗衣巾有的它强度不会那么强、啊，因为你如果洗衣巾强度太强，它残留，你是穿在身上或是褪会伤皮。可能是洗，因为洗衣巾可能是洗一些灰尘，但是洗碗巾是洗油，油污有一些污渍。特殊状况就必须被情非得已就用先洗碗巾，先洗局部啦，你不要洗整件呢、欸，你这是谁又伤身？我们洗碗洗都要戴手套，你就知道那个可能会咬手。现在像以前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妈妈用了一个方法，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，就是这种局部的一样，局部的油污的时候，它会在衣服干燥的状态。先涂上那一种水晶肥皂，我有试过，超有用，很有用。然后放置一会，再丢到洗衣机里面一起洗，那个部分就会洗干净，包括领子也是。小撇步，不过我们节目那个叫麦克已经卖很多东西，那种去脂的，都是含有那种柠檬啊或柑橘。柠檬柑橘天然的，对，现在很容易啊，来，对，来先赔了，三万块，这个要先收三万。又赚三万，哇哇，你有点改变哦，拉锯战，拉锯战哦，第一组十二万，第二组变十四万，第三组拉高到十八万了。好，第三个题目的关键是什么呢？请出。哎，马德笑，这不是骂人，是骂人，骂人的笑，不是骂人家的妈的笑，骂的笑。好险后面没有再加那两个字更难听。马会笑对不对？马会啊，会啊。我们网络不是有那种图片，马都会微笑的，牙齿咬大一点，肉大肉。你钱最多，你先下。马的笑，红哥，马的笑，红哥，马的笑。那我们估价五万，大家算一下啊。五万，十二万下五万。为什么要这样先下呢？因为到最后最终第一名、第二名可以答题，第三你可能都答不了。对对，追不到的话就麻烦了。来，你们下。如果他们五万扣掉，我们就赢了耶。第一次下五万，对，他七到二七啊。对啊，我们赢了，你们就输得更惨啊。我们更保守，两趴就好。十六到三十二战术，现在是我们赢哎，他们弄到变成他们第二组也可以答你在第二题。他要保第二，他要保第二，第三题了，第三。是郎姐啦，郎姐要拼了啦，五万就可能九到十九，对，十九，好，哎呦，马上请出题。马常常会对人做出露出牙齿，像是在笑的样子，请问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A. 肚子饿要食物。
B 有点喜欢你 ，C 文人的气味。请作答，计时开始。想一下，马的笑，骑马吗？骑马，马的笑，但是他会笑出来。那电影常常演对吗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不晓得我猜的对不对，那没关系，我先写好。可以，大家可以。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写好了，这边也写好了，你还没写好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我们已经有。哇，你们这个 A 组写那么慢，那先公布你答案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 A。哎，肚子饿要食物。好，来我们看 B 组，嘴巴开开的。对 ，C 文人的气味。要他想文人的气味，你也是文人的气味，没错。好，肚子饿要东西。因为我觉得马跟好像骆驼好像都是一样嘛，他每次吃东西的时候，那个牙齿就会张得很开啊，要食物这样，要东西吃啊，表示说他已经有一些需要了。对，因为他没办法用讲的。马吃东西很慢。对啊，可是。我看到的影片是骆驼每次要吃东西的时候，舌头会伸出来。长颈鹿也是伸舌头啊。是啊，但是它是讲马。哦，好。然后露牙齿。肚子饿了，就是我肚子饿了。对，先来看一下这个表情是要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你闻人的时候走过去就闻啊，不需要张嘴巴啊。嗯，对不对？闻人的。而且是鼻塞。而且这个骆驼啊、牛啊，吃东西上半钟不动的，都下半钟。怎么吃？怎么吃？好像他用他的臼齿磨，速度也好像。都是下班在动，牛也是一样的，对对对。哇，好痛啊！你不要吓人，你不要脱臼。那文人的气味是吗？对，因为我看过那个马，像他们的主人，他马很喜欢吃苹果，哎，所以他们带苹果过去的时候，马就直接撅嘴，他是直接就吃了。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次去马厩，好好笑。我朋友带了一条围巾，下面不是散的吗？他直接走过来就咬，就要吃了。所以我的朋友就跟他扯，而且勒住脖子，我们就帮扯，就一扯那个围巾一嚼没了，他把它当草，他就嚼了。对，那马的话有点喜欢你，他会伸脖子过来，但是他不太会滋。哦，所以他是闻你的气味。是啊，哎，这个他用答案不一样了，所以会有输赢的变化。会哦，没错，我们变第一名了，我们加油。他们下五万。通杀，除非你是有点喜欢你啊。通杀的话，比是，就没有变动啦。对，通杀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解答是 C 文人的气味。学来讲，就是我们讲的弗莱明反应。哦，然后它主要是在讲，譬如很常发现在猫跟那个有蹄的，譬如说马、驴啊，或者是哺乳类，像熊。嗯，然后猫科就是很常看到它们鼻子这边有一个离鼻器，它其实是这样，是要把那个气吸进去，让它的嗅腺闻到你的味道。所以它特别这样。对，原来如此。它其实是在闻。啊，因为马哈，它的眼睛，它眼睛是不是这样哈？对，它的视野，马的视野两个盲点，正后方它看不到。因为被耳朵是哦。对，因为正后方谁都看不到。没有，我们照后镜啊。对对，还有一个盲点是正前方，所以你过去的时候它没办法看，它看不见，所以它是。他用闻的，再闻一下那个味道，确认来者是谁，确认。但其实，所以你要打马从中间过去，看不到。那为什么要打马？因为打不赢他，打马。可是我看他们摸马都从马这个前面的。对，所以你要从旁边靠近他，让他有安全感，因为他看得到你嘛，他两侧他看得到，他是对啊，你从前面他就会很紧张，对，他就绝蹄子了，对，他就开始要，最后面会踢掉，来先赔，先赔两万，耶，五万。第三题答完了哈，现在分数上来奖金啦，这组最低一名20万，嗯，那第二名郎祖筠跟林俊逸19万，你看摔下来变17万，马上哎，第四题还有两题，第四题还有两题，请出示关键字，我爱啊，哇，我也很爱，这个等一下啊，20万的先下注了，外景先，这个也是，怎么办？要算5万吗？我们现在是最高的人。好了，他们已经拿到。我觉得冲起来，好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，5万哦，要往前冲了。5万就叫冲起来。5万，我爱音乐季。这个第二组是你们，来下多少？我先输哎。
好啊，也是五万，也是五万，自己都演舞台，对啊，对自己嘛。那这个第三组要拼一下，不然会变第三组。红哥最近也是那个养老院。对养老院音乐舞台剧啊，最近的养老。所以我们决定，对啊，我们大助的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因为我们最近的舞台剧看的很多，嗯，应该不要去国外了好吗？还有商量的，知道？用钱做，还有商量的。不要，我们不知道哦。所以是铤而走险哦，铤而走险哦。因为我们有点机会，孤注一掷，孤注一掷，十万，十万。孤注是谁啊？孤注，十万，这边是老姐的心碎啊，好事。因为他要，因为如果他赢就二五了，他二七才有机会赢。所以他答对就是冠军嘛。对，冠军。第四题，我爱音乐剧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哪一部知名戏剧是百老汇史上票房最卖座的音乐剧呢 ？A. 歌剧魅影 ，B. 狮子王 ，C. 猫。那不是以他们演的。计时开始。真的出国外演呢？还是百老汇？几年了呢？上票卖座最好。猫也很多人看呢。对啊，狮子王，而且这三部都有电影呢，都有电影。最近在台湾北上演的是歌剧魅影，对，最近。嗯，猫也来过，猫也来过，狮子王也来过，狮子王去年又来，去年来。在国外到底哪一部是最卖座的呢？哦，这个百老汇它虽然不在美国，但是也有到国外巡演。一好，来奖金最高的来先答，来外景，好紧张。B 狮子王，真的记好了。这三个都非常卖座，对，所以一定是找男的。猫，第三组。哎呦！哎，我要去背。A、B、C 都有人选，表示这一局的一打下来的战局完全变了。而且这个悬殊会很多，对，因为一正一负来回都十就十万块，那边差二十万更多。不过郎君，你刚刚想半天了，最后举一个猫，为什么？因为歌剧魅影跟猫都非常的，他们都演很久。对，狮子王比较近，绝对不会是狮子王。但因为猫最近又停了 ，Phantom 还在演。可是 Phantom 也是演完这一轮。也要不演，对，要休演，所以是这两个，我们想很久，嗯，所以选了猫。猫，要我来选，我可能也会选猫，哎，啊，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个印象，在看到文宣上面好像有写说，就是狮子王是最卖座，但是因为我有在加入那个我们都爱音乐剧的社团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有看到就是有人在讲这个东西，所以虽然感觉狮子王听起来是里面比较新的，嗯。但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选直觉，就选这三个都就接近才难选呢。选 A 歌剧魅影，歌剧魅影好像就是所有人不管是不是爱好艺术的，都一这辈子一定要看的一部舞台剧。猫也是啊，但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也不懂歌，比方说像歌剧魅影这样的情节是怎么样，但是他朋友一找说哦。就为了表现说自己说，哎，我们要去看一下舞台剧，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。因为他讲票房嘛，他不是讲说你要对这部影片有没有研究，就是大家就是呼。我觉得以普罗大众来讲的话，他的知名度是最高的。真的，连我自己都看了三次。因为以前大档很长那个九孔。对啊，叫什么钟楼怪人啊？哎，钟楼怪人，我小时候就有听到钟楼怪人这个人啊。另外一个了。是吗？中国怪人是另外一部，还是另外一部？九孔模仿不就是歌剧魅影吗？不是，九孔模仿是费翔，然后唱《九孔怪人》是费翔。那我被他搞乱了，我的，我想说这个戏这么好，有 A、B、C 都有选。这三部最卖座，到底谁最卖座呢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觉得是猫哈，是因为这三部啊，其实历史最悠久的是猫。对，猫在美国百老汇首演是民国大概71年的时候，那其实狮子王它首演大概是民国85年，所以这狮子王今年算二十几周年嘛，但是猫其实已经演了30几年，可是猫中间有休息过。对，狮子王最厉害的是它到今天20几年，它的票房已经累积了52亿的美金。然后合家观赏，对，小朋友也喜欢看。对，而且它也是得到那个美国的东尼奖，对，最佳音乐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造型、动画。
哇，他这组厉害了，先赔先赔，哇，那我们就挂了啊，前桌都吃下来了，哇，这一杀战况就不一样了，倒掉倒掉倒掉，哇，第一组好像没钱了哦，第一组还有剩七万，现在的第四题的成绩呢是25万，是14万7万，也就你们第一组了，现在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也没得想的啦，来最后一题，来请出示关键字。108000里，108000里，来，第一组的洪都拉斯，等一下，洪都拉斯，可洪都拉斯没得下啦，没得下，只有就下了，现在那你下七万，你先下了，只能下七万，你没得考虑了嘛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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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第三组也没得打，好，第二组比较好，第一组25万来，七万全下，赢的是14万。你都是第二名啊，你都是第二名啊，好，那就让四万，四万吗？还是要五万？好，好，那就五万好了，三十万，哦，30或20，五万来，人家赢他了，10万就赢了，17或11。啊，他只要保住第二名就对了，好，哦，不一定哦，如果他错了就，他错就可能会一个14万就保，108000里，请出题。成语108000里是形容两者相距极远，请问在典故中是指什么相差108000里呢？ A 丝路的长度， B 翻筋斗的距离， C 嫦娥奔月的距离。计时开始，请作答。这一题好像有看过，对，看过，这里如果知道是三二一，来，请写，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你先公布。我先吗？长啊，翻跟斗的距离。斗的距离。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武术的术语。嗯。对，引用下来的。差了108000里。你三组都很逼耶。真的吗？哎。那组数都确定了嘛？对啊。为什么大家那么执着？我们有钱不一样而已。你的答案？杨姐。孙悟空翻个跟斗就10万8000，筋斗云啊，108000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掌心。洪都拉斯，因为我看《西游记》好像就有看到这个典故，哎，孙悟空当初翻跟斗的时候就是十万，一翻就是108000。好，大家选 B 耶，就算答对了，好像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组也不会改变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解答是。他其实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孙悟空大闹天庭，对，那玉帝就派了如来佛祖来，然后如来佛祖说，你只要能够飞出我，翻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就让你走。对，所以孙悟空他就一直自视甚高，说，哎，我老孙一个筋斗108000里这样子，就怎么翻还是在手掌。对，因为他看到他那个五根手指头嘛，还尿尿，还在那边尿尿。对，好，我们要赔钱了，来5万块。这边是多少呢？3万块，哇！这边7万，我们说7万，运行要跟打的7万，哇 ！OK， 4万，成绩来讲呢，这个理所当然是 A 组啦。对，五题答完之后30万奖金，第二组17万，第三组14万，进行决战海盗桶。海盗桶，哎，上来每人只有2条命啊，可以用转盘，总共答对6题，奖金就拿走了。好，在1题到第4题当中可以求救主持人。好，请就位，请就位，求救海盗。看你这样，我真是不习惯。怎么会？求救到，好有新鲜感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们是现在是30万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很有钱哦。30万，加油了啊！这个要自己转哦，用力转哦。求救一次，如果失败，可以有第二次。来，请命运的转盘，请转。请转。你不想要什么？我不想。我不要历史地理，我超烂的。来，请转，用力哦。谁啊？请转盘。命运转盘 ，Go！ 不要历史，不要历史，不要历史，不要历史。哦，生活趣闻。这更难。生活趣闻。对，我看新闻，我知道。请出题。研究发现，父母做什么事会伤害小孩的智商，事后弥补也没有用呢？ A 欺骗小孩， B 怒骂小孩， C
取笑小孩。计时开始。我觉得应该是怒骂吧。事后弥补也没什么用啊。会，主要是伤害智商啊。我觉得不可能是欺骗，我觉得欺骗搞不好小孩会变聪明。对，下次不想再被骗。取笑小孩感觉是跟自尊心，不知道哎，智商怒骂吧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吓到，因为恐惧，所以就变笨了。吓到我了，取笑也有可能，但我听你的，真的吗？取笑让他自尊心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很笨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我选这个好不好？四、你今天比较旺。三、二，请插件。怒骂小孩。取笑小孩，小孩还好了，只是哭而已。嗯，欺骗小孩，就像小鱼儿一样，在这个恶人村长大。对，他越来越聪明了。对啊，小孩会更聪明，因为有经验了嘛。对，有失败。哈佛大学针对554名的大学生研究中，发现造成青少年焦虑、抑郁的大脑结构差异的证据，分析了年轻人的大脑，小时候常常遭受父母言语暴力的人，言语智商只有112分。比正常的人124分少了很多了，所以呢，曾经被大声吼叫、破口大骂损害小孩大脑，事后弥补其实也没什么用，而且他会记在心里。对，这种时候就要多看郎姐的书，要好好做好你的情绪控管。对，情绪非常重要了啊。第二题了，要转盘了，要转盘喽，换谁转？我转。好，用力。命运转盘 ，Go！ 你怕什么？对，怕新闻时事，我最怕了。文学语，文学语文，请出题。我们常说的造化弄人，在典故当中是指哪一件事情多变无法预测呢 ？A. 科举成绩 ，B. 怀孕成果 ，C. 官府判决。造化弄人，我知道。计时开始。我知道是官府判决。为什么？就有印象，是不是有个戏，就是他被冤枉，他就说造化弄人呐、啊。你说的是什么戏啊？那是周星驰的电影。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想是合理，但是如果你看字面上的话，对，造然后弄人，是不是有一种怀孕生产的感觉？才能弄出人哦。因为我们现在不会形容造化弄人是跟生产有关，可是我在想典故的话，以前的话一定跟现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会不会是科举成绩？啊，不然先听你的，不行，我就查。来，四三二一，请插件。是科举成绩啊，应该不会是 A。怀孕？我怀孕，还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光哥会喊，等一下哦，眼睛好痛，你已经一条命没有了。哇！来，凯莉，请选 A 跟 C 的，请插线。我要听我的。是科举成绩。你看这一题就用掉两条命了。好快哦，好难过。清代李如真在《镜花缘》第67回当中提到，我们在座45人。似乎没有一个人落地的，哪知今日竟有8人之多，可见天道不测，造化弄人。其中落地的，就是指科举考试当中没有考中。哎，突然好难过。对，造化弄人，造化弄人。第二组来 ，B 组，17万。哎，第二组有17万啊，来，也是要好好赚的。第一组来，请谁赚？来，谁要？姐，姐先请。好，到底选什么题目？用力转，请命运转盘 ，Go！ 哦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气势起来。所以是养生保健，养生保健，请出题。防弹咖啡是健身减肥者的新欢，请问研发者是从什么饮料获得的灵感呢 ？A. 马来西亚白咖啡 ，B. 印度拉茶。C 西藏酥油茶。计时开始。有喝过防弹咖啡吗？可以大声讨论。这个大声大声的，大声的，这个没有怕的，对，好，因为防弹咖啡它主要就是要加油嘛，嗯，对。那那个酥油茶就是在里面加油，奶它是奶油加咖啡嘛，对。那这个酥油茶非常有可能是用那个牦牛的这个奶油，牦牛奶油，对，所以它是油。
它才有冲突，其他的都没有油。白咖啡糖多的要命，哦，很甜哦，白咖啡加炼乳。印度拉茶的话，主要是规定它加很多糖，印度拉茶是香料。来，我们决定了是要看清楚哦，三、二、来，谁要擦？一，请插件。对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哇。防弹咖啡是由美国矽谷工程师所研发的，源自于他西藏旅游的时候的经验。当地民众给了他一杯酥油茶之后，喝下去之后，哎，发现这种饮料可以让他迅速恢复体力，能量还可以满足一整天。他回国之后呢，更积极研究此种饮料的做法，最后研究了防弹咖啡。他也发现防弹咖啡不仅好喝，还能让身体快速获得能量，同时还有瘦身的功效。嗯，对，厉害，防弹咖啡现在便利商店也有在卖。哦，第二题了，来，请用力转，准备，命运转盘 ，Go！ 俊逸最怕的是养生保健吗？哎呦，新闻时事，来，请出题。职业倦怠让上班族没有动力工作。根据统计，请问下列哪一个症状是职业倦怠最大的征兆呢 ？A. 装病请假。B. 健康出问题。C. 起不来干脆迟到。计时开始。既然都装病了，表示他身体很好。这个我要删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。那健康出问题很明显，他太累了。啊。干脆迟到起不来也很有可能，因为我觉得心理上就不想去，他就不想去，那个才叫倦怠，对，那就很累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像。那如果第二个选项，就是我的意思，有没有 Ruby 还是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要不要七？求救呢？可以啊，求救。四三求救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两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来了，不是啊，他这个题目我还是没搞懂，为什么？他说哪一个针对那个跳插件？不是啊，哎，你我觉得你刚刚已经插这里，对，这里不可能再同样插同一个洞。那还有这种推法？我在想啊，我觉得是起不来，起不来哈。因为像我有时候很，我每天早上起来说啊，我今天没录影多好。好，而且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你眼看着就你再不起来要迟到的时候，我请助理跟持有单位说，请你跟他们说我死了。怎么不想去？因为学生才会装病，对，学生念书才装病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班之后，一定是哦，啊，干脆就不去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工作到有时候很烦，我也想说，哎，不要去好。可是那你有没有请？可是用理由呢，就说啊，我今天生病。哎，装病哦！等一下，你自己不是健康出问题不用装啦、啊，健康出问题就是出问题了嘛。但是我们不可能不来嘛，我们责任这么重，有来。他只是说迟到起不来，并没有说他不去哦。可是他这个公司没有动力，倦怠，没有动力啊。装病了，来，你到底我选装病怎么样？好，因为我也装过病，但是制作单位不理我。请插件。这个不要再插了，你刚刚插这个就不要再插了，嗯，好厉害哦，对啊，你果然是奸诈的翘楚，就是都知道奸诈的翘楚，不是，你知道，到我们也有倦怠症，早上尤其这种天气起来说，哎呦，今天没录影，看多好，该睡晚一点，尤其出外景，哦，很痛苦，真的，我每天睡醒我都说今天有录影多好，啊啊，这个就是有工作跟没工作，没工作，没工作的时候又每天很早就起来了。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正式将职业倦怠列为疾病。常见的症状在第三，早上起不来就干脆迟到，就刚刚那个是第三的了。潜意识的想去逃避工作，但也是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不去上班，就是采取这种消极的策略。第二，健康出问题，长期在高压的环境工作，很容易影响到身心。第一名就是我装病请假，装病比迟到以及生病更进阶的这个症状。主要是心态上明明没病却装病而不去上班，这是最大的病症。哦，装啊，总是觉得自己不舒服，可能胃不好啊，我待会要去看医生，所以我今天请假。其实假一准之后，你也不会去看医生。对，在家里面追剧啊，打电动啊，出去逛街，不睡着都好，睡觉都好。好，进入第三题了。第三题，第三题的水转，命运转盘，用力 ，Go。
文学语文，文学语文，文学语文，请出题。成语“债台高筑”最早是形容哪一个朝代的末代君主欠债多到要跑路呢 ？A. 周朝 ，B. 汉朝 ，C. 清朝。计时开始。末代君主，就那个朝代的末代君主。周朝的末代、汉朝的末代、清朝末代，清朝末代是借了很多钱啊。对，但是没有落跑，他已经是人质了，被人家抓来抓去的。那汉朝，汉朝要看是东汉西汉。对啊，东汉还是西汉啊？但他不管，他就是汉朝。因为西汉的话是汉哀帝，没有，他没有钱。其实清朝也欠很多钱嘛，倒是没有，是可是他没有落跑啊，没有落跑，他已经是人质了。十、九、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插件。周跟清哦，要想一下哦。啊，还来准备哦。还有一条命，还有一条命哦。周清两个，那一定不是清朝的嘛。周，哎，刚刚插那个洞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两个洞都是没有，刚刚这个出过，这个出过，这两个插过，插这个，那插这个好了。就在新的一轮是不是？这是什么逻辑？不是清朝，你看欠多少钱呐、啊？清朝是真的割地赔款，马关条约什么条约都在签，多到要跑路。对，但是他也没有跑路，没有跑路，他是多到要跑路，也没有。后来被人家推翻了、啊，晃到了热河去避难。来 A A C 啊，来准备好，所以。他，但是他真的欠了很多，请插件，117万的清朝，所以是周，所以是周朝，周朝，哎呦，西元前259年，周乃王在位，却国力虚弱，为了讨伐秦国，周王向其他六国求助，主持联军，可惜六国国力呢，全国之力。只组了五六千人的小军队，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秦国的数十万大军。当时周乃王为了联军的开销，向当地富人借贷。事后呢，哦，在债主向周乃王讨债，他会只好躲在宫内一座高台，此台呢被称作为避债台。所以才叫债台高筑，就是因此而来的。他因为这件丢脸的事情被封号为周乃王，因为那个“乃”就是丢脸的意思。羞赧，对。所以他本来不叫周乃王，他的号很难听啊。那个是死后谥的，死后被封的。哦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大家今天参与了这本书，好好推荐一下了啊。哎，郎祖筠的《放眼生活学》，对，让你的生活当中能说能管理情绪，能好好的过日子，来栽培自己。我觉得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 ，EQ 啊，对不对？对 ，EQ 胜过 IQ 了。真的。这边送您的是 Panasonic 的无线蓝牙以及百夫长旅行箱了哈。谢谢。好，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。谢谢。谢谢。